哎，你走好。你是怎么了？正面两天。好，正面两天了，好。那你需不需要救护车？往外走，往外走，来。好，两天没事了。没有啦，我是问你是冷不舒服是不是？关心你啦，那你是怎样不舒服？好，收到。就是我今天出门把手放过去了，然后跟我妈吵架，我要下来。收到，感谢您的帮助。啊，你有没有要救护车？那个我在那边有一包教练带的粉。哪一边？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旁边是我那个。可以借我们？气喘的。气喘的、哦，你可以看一下气喘的药吗？可以。来，你自己拿出来一下。你那个夹层里面是不是有放那个药？一包药哦。来，你拿好，你拿好，这里。自己拿一下，自己拿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是什么东西？哎，你拿好。我帮你叫一下救护车啊！你状况那么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海洛因嘞、欸！这不是海洛因呐、啊，是海洛因随便你。摇个票子，摇个要嘛？什么东西？就是各摇一个，各摇个，各摇个。什么各摇一个，各摇一个？就是卖给你东西的。对，张俊，你走过来吧。然后我们先回去验看是不是毒品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吧 ，OK， 好，你坐上车。你等一下跟你老婆讲，直接找我们。啊，你手机我先帮你拿。啊，你远警于超商巡签时，发现男子疑似身体不适且精神状况不稳，主动上前关怀询问是否需要通知救护人员到场。期间却发现男子口袋疑似装有毒品，男子表示那是气喘药。后经检验，该粉末为二三级及毒品反应，全案依法移请侦办。